今天看到这条新闻，因为各报大概都有，这个是呢台湾呢、啊，就是中华民国的国防部，中华民国国防部呢提了这个民国112年中共军力报告，那他还是很中规中矩，他是用中共军力报告，他没有用中国。那中共军力报告研判，那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023年到2028年第三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进程。那里面谈到呢，中共的解放军呢犯台的可能性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高。这个不用他讲，你大家都知道，我大概呢每一两个礼拜我大概就说，哎，台海的周围的军事情势有变化，特别刚结束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谈，我说有状况。好，那军方的这个报告呢，我不意外，只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因为军力的状况改变了，嗯，大陆最近演习的风格也改变了，嗯嗯，等级也提升了，嗯，山东舰就在你旁边，嗯，然后歼15挂弹起飞，嗯，但是他没有开火控而已，嗯，他也不在乎你旁边有台湾的军机，对，他根本不在乎了，嗯，而且就是让你知道我在，为什么歼15是不是逆中的，对，嗯，第二个，他的这个航空母舰以外的导弹，嗯，他每一次都有测试。他虽然没有直接发射，嗯，啊，会有这种模拟测试，只要模拟测试的动作，台湾都知道，嗯，等级都提升了，嗯，他已经有办法从事，有人讲3D， 有人讲4D，不管了，这 NVIDIA 立体作战，嗯，这才是真正的电脑兵推啊，他有办法做战区管理，嗯，什么叫战区管理啊？简单讲，的指挥官哈，嗯，在荧幕前面，嗯，他知道他的士兵在哪里，嗯，怎么打仗。俄乌战争还到不了这个水平、啊、对、嗯、美国以前只有在打那个什么伊拉克、哦嗯嗯、那个重量级打那个余量级的、哦嗯嗯、用得着解放军已经很成熟的战区官我们还做不到、嗯、因为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在那边运作的、嗯、他已经做得到那个背后要有超级电脑的支持、而且是一大票的电脑人才、嗯、一个五个十个五百个不管用要上万 嗯他这样弄出来的，所以这场战争，如果发生或不发生啊，最可能哈、啊，大陆上所谓的这个进程，我当然不晓得习近平是什么去谈这个进程啊。我的预判，我今天可以这样子预判，他是学陈水扁，嗯，冲突，嗯，妥协，嗯，进步，嗯，进步进程，先来一点小冲突，嗯，什么妥协，要不要谈？小谈也可以，大谈可以，沟通也可以。接下来进步，这不是陈水扁三部曲吗？问你，你觉得总统大选之前会有冲突吗？应该不会，他总统大选之前就不影响、不干涉。嗯嗯，他现在台决态度是这样子。不过因为最近在台海周围的军事行动哦的频率、他的军事行动是在使得他的目前的军事的部署准备要成熟化、嗯、要优化、嗯、你看嘛山东舰新建的、嗯、歼15飞行员新的、嗯、他训练的飞行员是准备要一架飞机三个飞行员这样的比例来训练啊因为常24小时运作啊、嗯嗯、我们台湾是什么台湾靠电脑、嗯、我们更没有飞行员台湾现在飞行员是不够的把他累死了嘛、嗯、我们的飞行员累死了、啊、那他都是新的然后不只是东部战区要来训练、嗯、也要把很多其他战区人抓来训练、嗯、所以他轮番不断的训练每天不断训练不管是天气好也好不好也好冬天也好照道理的话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军事活动能量要降低他有没有没有、嗯、就是不断的演习不断的演练嗯、哎，他也现在也不去刻意的制造冲突啊，但是，已经开始对美国的军舰产生冲突的摩擦的现象了、啊。嗯，那接下来就说不会跟台湾的军机跟军舰产生冲突吗、嗯？矛盾吗？好，当然在台海的周围的情势，还有另外一个观察点，就是现在加拿大说呢，他有一艘军舰，他准备要穿越台海。那我在看他穿越台海的时候呢，解放军呢会不会有动作？因为四月份呢，美国的中云号呢穿越的时候，解放军呢是横的这样子切过去，用这种的拼刺刀的方式，但是还没有到郑芝龙战术的水平。对，
我跟各位解释什么叫郑芝龙战术哈。在十七世纪，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这毋庸置疑的。然后他跑到台湾海峡当称霸嘛，没想到中国出一个郑芝龙。好吧，你的武器比较强，你的舰队比较强。好，他荷兰人在台湾海峡横行的时候，郑芝龙用一个战术，我就用一个更大的船，但是武器没有你好，我用我的船去撞你的船。撞过两次，荷兰人鼻子摸摸怪的时候，我们开始谈判吧。好，当然这次当军方呢，台湾的军方在有关于解放军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军力报告的时候，开始评估啊，就是习近平的政治意图。对，这个是比较特别，就是过去的军力报告里面啊，不会去做政治意图的揣测。对，双方面当然是有敌意的，这不用讲，但是不去揣测政治意图。可是今年的军力报告里面揣测了习近平的政治意图，把他的这最近的习近平的一些政治谈话做了分析之后，他认为第三任期习近平呢对台湾推动所谓的解决台湾问题进程，那这句话很隐晦了，是动手的意思吗？是逼谈的意思吗？我同意郑言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压力，台湾不会谈。所以呢，足够的军事压力虽然很遗憾，但是足够的军事压力是谈判的前提，就是武统的条件成熟，合同的条件才会成熟。那这逻辑呢，大概呢就是这样子走。但是呢，台湾的军方呢在大选年的前的这份的报告的时候谈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呢在为的选举再做一些的铺陈，我不敢讲啊。但是呢，这份报告这个时候呢出来呢是要留意的，就是军方的这些思维呢正在很微妙的改变。他是看到客观形势，因为参与这里写的人有国防部的自己的情报单位嘛，所以他会突然间冒出这一句。其实应该不一定要讲说跟习近平怎么去决策了，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未来三五年内开始推动台湾问题解决的进程，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民进党不是前段时间很急要推动台独进程表吗？可是现在好像都是割下来了。对，那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台湾的问题，国际上也是很紧张，所以希望要和平，不要改变现状。当然用语要在台海问题，有人用台湾问题，不管什么问题都是跟我们有关嘛。那台湾你讲对了，目前没有任何正式领导人能够出面去谈这个事儿。因为在台湾里面所弥漫的这个台独的气氛也相当的浓，而且台独气氛表现在三种样态。第一种就是很标准的纯粹的台独啊，叫台湾共和国派。那第二种呢，是一种情感式的台独啊，叫台湾派。第三种呢，台独呢就是化身为中华民国台湾派。那还有一种呢，叫以这个反共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派。那有一种呢比较少一点哈，就是还是处在这种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法统，以孙中山为主的法统的这种被称为华独。那不管怎么样子，就是保持一个政治的实体。那现在大陆处理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习近平所讲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香港，你不是澳门，你要怎么维持你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你开条件。但是这个作为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这个不能否认。基本上是采取这个态度，分割来处理，就是说你要有完整的这个所谓的治理权，你就开条件。但是作为一个领土主权的这种象征的最低的标准，不准动。他基本上采取这个态度。那台湾方面是从蔡英文把他说，你这个就是一国两制，本来是一国两制啊，但是一国两制是给你台湾的特别的方案，你不要，那就不要的时候就是看怎么处理嘛。
对了，当然台湾到现在为止还拘泥在那种，就是说呢，拒绝一国两样制，然后呢拒绝所谓的和平统一。那我说，那你到底要什么？要独立，他们要独立。对，就在政治上面来讲。所以赖清德讲得很清楚啊，对啊，他在纽约怎么讲？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不要回头。没有错，就是意思，我们已经在台独进程表上走了很远了，没有错，我们不能回头。没有错。所以赖清德呢，虽然在美国受到冷待遇，可是他的讲话的时候呢，其实虽然没有讲台独的台独，而且是非常强硬的。那次他回来了之后呢，台海呢会有一波的解放军的行动的军演的告白呢，是有直接关系的。好，最后呢，我一定要问这个，习近平传闻当中，现在因为路透社啊等等，他所引用的一些消息来源，习近平可能不参加 G20。哎，我认为可能性蛮高的，不会空穴来风。嗯，那不然你去问印度，他也讲不出所以然来，说一定来，一定不来，对不对？你问大陆的相关单位，他也没有讲不清楚啊。嗯，就表示可能性，我认为相当的高。那理由很简单嘛，你印度不是负责主办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吗？对啊，嗯，你为什么不开实体会议？没错，嗯，啊，为什么要开视讯？嗯，难道是处理普丁的吗？嗯，啊，这是很怪。再来集团体是岸田文雄要去宣传要排核污水，嗯，那怎么你要他吵架是不是？是，嗯，对，所以与其这个相见不如不见嘛，嗯啊，那就请这个看王毅去啊，或者请那李强去啊，是李强去，可能是啊，那这样就一方面可以把这个问题啊给低调化，嗯啊，就不成个问题。那你说拜登要见，可以啊 ，APEC 见啊，嗯，那如果你拜登不让香港特首李家超去，那大概他也就不去了，大概就不去，所以都还不一定啊。对啊，还不一定，不一定，就没有必要见面啦，对不对？嗯啊，那这个就看拜登为了竞选需不需要见面嘛。嗯啊，再说啦，嗯，不急。对了，当然，主要是因为印度本身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来讲，一直表现的很高，然后呢很冷淡。对，那这个呢大概呢大大的还在金砖国家会议唱反调，对，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这大大的会表现在呢中国，尤其习近平如果在目前的国际气氛当中他不去印度新德里参加 G20， 那是一件事儿啊，那个很简单了，大事情，因为 G20 是美国为主导的一个活动，嗯，然后金砖跟上合组织是中国主导的活动，嗯，你印度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要表现给美国人看，我是美国代理人，我想办法把金砖国家主都弄一弄，把上海主都弄一弄，你不是替我管子吗？没有错啊。那你美国主导的集团体，集团体怎么来的？不是 G7 来的吗？那为什么来？就是世界金融海啸，美国没有钱，欧洲没有钱了，要求当时的中国、俄罗斯手上刚有现金，没错，出钱来维持金融秩序，所以搞个集团体嘛，没有错。所以你看到的，就印度在对于中国主场的国际组织呢，这一两年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对啊，那种的也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参与根本就打混过场了，对的，你参与没有热忱。然后呢，当你主办的时候呢，稀里呼噜的，就是说一毛了事啊。对啊，这个中国不可能不看在眼里。那今年印度想要好好的炒作一下今年的 G20， 这大家都知道。对，但是如果你要炒作，结果普丁没有来，习近平没有来，那对印度来讲呢，基本上面呢就是左边一巴掌，右边一巴掌，那个炒作效果就很有限。